但是呢，大厅呢，啊，你看，你像那个团长拉的单呐，好，现在的第一位点子，女神将为您带来什么样华丽的开胃菜演出呢？一开始简单一点，先来叫撤身喜欢，掌声在哪里？好，我相信一定有观众朋友没有看清楚，没关系，那我们的女神将为您呈现一次我们的什么样精彩招式呢？跟着这样马屁的步伐，准备再次为您重现一次我们的撤身喜欢，放开的手。那么，其实骑马是招在古代是男女用来对唱喜剧的招式，所以呢，想要回应我们女神歌声的观众朋友们，不用害羞，掌声直接给她拿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再次来谢谢女神为我们带来如此华丽的开胃菜表演。接下来第二位将会发生的长发王子马奇亚，来挑战是我们全骑士农场跑得最快速的马匹 Tony。好，来到个人第一次出场，一样先来简单一点的招式。紧接着，我们就呈现一招是我们的双跳马的，掌声在哪里？那各位观众朋友们，记得我们的小默契。那看到别人这么举起手来的时候呢，只想着扬起来致敬一点掌声的，所以大家记得千万不要预测你们的热情的，你们的热情呢，像是95千汽油一样，会将别人这边的油箱直接加满，让他们更多的动力可以往前冲下去。接着第三位将会告诉你们，卡瑟要来出场挑战力比加马格了。来到第三位表演者，是老样子，现在本场向各位观众朋友打声招呼，致敬一下。哎，我的马奇亚怎么起来到我们的场中间了呢？那接下来这一招速度非常之快，各位观众朋友只有一秒钟的快门时间，紧接着为您带来招是我们的前空翻下马。那各位卡瑟下马就下马，还要加一个前空翻，非常的炫技哦。接下来轮到马奇亚轻轻松松接棒成功，来到我们的马背上了。准备再次重现其他精彩招式呢，各位就带来是我们的前空翻下马。各位会来自蒙古亮的表演者们呢，不止上马要小心，对了下马都要如此的不平凡哦，而这一切呢都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今天的我让人卡赛马上再次出场来挑战了，那接下来这一招呢就是考验卡赛贝克的时刻了，各位观众朋友睁大你们双眼，千万不要眨眼睛了。好，可点一下我们卡斯的动作，紧接着我们呈现招式的养马侧起。那卡斯直接180度勾旋在半空中，太帅气，太潇洒了，还是没有看清楚吗？没关系，我们卡斯的养马是挑战的机会，大家准备，我们掌声给他去了。看我们卡斯说是半就是半就，这么说，他平常的这表演只是知道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骑马的特技以及健身的体能。为了就是带来最后的招式来呈现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再次来谢谢卡塞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养马特辑。接下来让我们长发王子马奇塔将来出场挑战这个历史加马奇塔，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招式我们双跳马的进阶版的2.0。好，我们也是什么样精彩招式，观众朋友准备好了，我们掌声再次的给他去了。那么马奇塔不止左边，就右边也难不倒他。他们招式的是如此的先进文化，伸缩自如。这就是来自蒙古利亚的国际级专业马奇秀表演团的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那么再次来谢谢马奇塔，我们带来如此精彩双跳马的2.0。今天的打了这么久，终于将我们草原王子耶马将来出场了，一样要挑战是我们全金融场跑最快速马匹 Tony。那接下来这一招的前方高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单腿都先吸饱气了，准备给他来点热情的尖叫声！大家小声的听不到，各位出去给他摇摆的尖叫声！弹出来就热，想要释放上课压力、释放上课压力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压抑你们的热情了。我们再次来谢谢我们草原王子耶马，为了带来如此高难度的倒立骑马。紧接着轮到我们的卡塞尔也出场来挑战了，那刚刚以上的都还是做别人出来暖暖身而已，接下来将是我们真正可以进球的开始。接着卡塞尔我们呈现一招是我们古代战技，准备来一个背马图形，背马图形这一招的我们古代是来抵挡敌人剑法的招式，是来抵挡敌人剑法的招式了。今天卡塞尔也会跟阿哲陪伴的马背上，准备为我们带来一招我们第一力很像轻轻松松的坐回到的马背上了。那么卡塞尔在享受一下大家给他的掌声，给他的热情哦。那么再次感谢他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古代战技背马图形。接下来将会发生的阳光相信我们的 Saki 要出场来挑战了。那么现在稍微调整调整一下是我们马匹的装备，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阳光小生我们的 Saki 将会呈现一招是我们拿破仑的胜利招式哦。好，紧接着下面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单
发动吸宝器的吸越大口越好，让小鲜肉准备站起来，那一个来给他来点热情的尖叫声，给我们小鲜肉三点，他真的给我站起来了，刚刚站在我的马背上，手上高举着我中华民国以及他们蒙古利亚的国旗，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就是证明自身实力的强大喽。各位观众们要知道，每位来自蒙古利亚的选手们各国的身怀绝技，身手非凡。今天我们的球员王子捏把马上接着出场来挑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王子他的左手还多了一只白色的手杖呢？接下来介绍一下，一秒钟快的时间，准备我们的掌声给他吹了。刚刚的球员王子捏把直接给我投下脚上的使出招，把我挂进洞。接下来准备我们的马匹拖着跑车的台阶险台下去了。那么再次来谢谢我们的老人们带来的故事，精彩到挂进洞。接下来，我们的生物体的第二次出场来挑战了。那我们的特技秀呢，越到后面，我们的困难度当然就要逐渐慢慢的增加了。好，那首先一开始呢，让我们的女神先来个马背上的弓箭步，我先来致敬一下在场的观众朋友，首先先来致敬一下大家。今天女神真的是即将拿出来准备来个马背上一字马。那么女神也投下脚，是不是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了？说皮点就皮点，眼睛扎都给他扎上了。那么再次来谢谢我们女神木槿为我们带来如此华丽的马背上一字马。接着呢，让我们的长跑王子马吉塔将出场来挑战了。接下来马吉塔呢，他将要放大决的，他们将许多招式结合在一起，会跟使出二连招。那一开始先来测试一下他的弹跳力，首先来一个躺在马背上。那接下来只是二连招的时刻，威哥呈现是我们的回马，咱们先把回步伐，准备带来的回马枪，马奇，马奇即将呢在古代上来窥探后方敌人的招式，没有看清楚没关系，我们再来个躺在马背上，轻轻松松，直接带一点小小的变化，来个360度大回旋，那么马奇他真的马上给我挑起大风车，真的太精彩了。这么的精彩了，我们的卡顿怎么可以输给他呢？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卡顿他的背力都是相当的强大。那接下来这招考验爆发力的时刻要来了，紧接着一秒钟的快板时间，准备带来一招是我们的汤马士大回旋。那让我们卡顿真的是名不虚传，来这么强的鞍马老子，这个让马鞍上这个飘起鞍马来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我们再次来谢谢卡顿带来如此精彩的汤马士大回旋。来出场的，那今天空中的家就已经这么美丽，这么华丽了。接下来科技秀表示拿出真正实力的时刻，今天带来这样的策马提腿，掌声给他吹了。跟天心教主欧比金开腰的人，连下都跟我高过头，就知道说他的筋骨真的是非常的嫩 Q 的。我们再看来谢谢天心教主为我们带来如此华丽的策马提腿。即将将近我们的传下来的高马对我们的斑马双人的挑战，将近我们的草原王子捏马来给我们卡碎，共同为了在完成一招斑马双人倒立的挑战后，那接下来各位观众们赶紧要吸宝气了，那两位王者挑战成功的那一刻，大家准备给我们来点热情的尖叫声。那么前面斑马的马真的太不够看了，接下来这斑马双人的倒立呈现在各位观众们面前，并且知道非常考验两位王者。接下来，下面介绍各位观众朋友们，手机、相机，还不要把我收起来喽。接下来一样，我又带来我们单马双人的挑战，这个天气叫什么名字？以前的阳光小车，下面我们呈现我们的双人叠罗汉。我们现在可能在马匹的步伐，接下来天气叫什么？这个安全带，我们的马背上呢，调整强大动作，紧接着轻轻松松的跳上一个。接下来各位观众的丹田再次吸饱气了，那么天气叫什么？准备站上去的那一刻，大家准备给我来点热情的。数十年来的单马双人铁罗汉，只有他们这一团才办得到。为了一个自豪的说，这么全台湾甚至全亚洲的只有金金龙场才可以看到如此精彩的招式。我再次看现场的两位带来如此精彩的特技秀表演。
身摸进了第三期出场来挑战的，那这位头头刚出的这一个小秘密，我们的女生摸进了不止能摸还能摸，今天一次马就这么华丽这么优雅，接下来五个部分想必变成了不得了，各位的成千有万的反射阵型放开的手，我们女生进到了第七手，第七手要在打拼的侧边给我骑马，我们女生摸进了她从小到大从不能爱就只爱骑马而已，让我们再次来谢谢她带来如此精彩的反射阵型。今天的轮到有哪几场的落实到第几次出场来挑战他的招式真的太多了，接下来呢也是考验了马奇纳爆发力的时刻要来了，那接下来马奇纳呢将要爆发他的男性荷尔蒙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马奇纳将会呈现一招是我们的后空翻上马，那前面下马的再一个前空翻上马就来个后空翻，今天我们呈现是我们后空翻上马，看看真的太精彩，那爆发力真的太强大了，我这边告诉你们另外一个小秘密，我们未来自我口味的男性别人觉得个个都是又快不及其腰，刚才想一个合作的观众朋友不用太羞耻的走下表演舞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轮到甜心教主的个人第二次出场来挑战，接下来他没有真正的本事告诉各位观众朋友们究竟什么叫在马背上做体操，就大家请在他的掌声再次给他吹了，让甜心教主真的太精彩，在马背上跳